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那个橙色的房子，就是我们橙色的房子。那我应该在你们后面。我喊一声，你能听得见吗？买的钱啊，买的钱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Stop！ 那不是猎人，那是个人。跌打油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疼痛感啊！三二一，不行不行，看我演示，三二一，疼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疼啊！我太完美了，哥，我也想疼一下。我们还有一个百乐门开业的一个广告，交易舞，三二一，疯狂！来来来来，疯！哎，来，哎，好的，再来一张，很漂亮。你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抓什么意思啊？这样我拿这个敲小燕子的头啊？让我抓住了，你可怎么老锤了？这不都是我吗？哎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是自闭了吗？怎么一个人看着窗外呢？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一说？你帮我看着右边点啊，看好了啊，把声音关了，把声音关了。汤哥，猎人了，猎人跑起来！汤哥这儿，汤哥，汤哥，不要怕，大胆的往前走。汤哥，不要落，回头，汤哥，回头，回头啊，回头，该回头了。但是乔欣姐刚刚少拉了一个人。哦，就是他们其实发现了很多，但是不拉。对，故意不拉。我们要用我们的真诚感动他。我也想用我的真诚感动他，但他们好像不太真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让不拉他们的呗。对，我们好邪恶，但好像没关系，不拉了，不拉了。好，这个俩相连的话，那南阳就是第二个。南阳是第二个。对，因为他们俩相连。哦，大哥，有话好商量。我躲了。